不过导演也不是完全不近人情，非常体贴的给大家安排了洗热水澡的戏份。看着这一个个硕大的木桶，大家对导演的感激之情就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。只不过下水没两分钟，首领黄晓明发现有点不对劲儿。什么？跟着大掌柜干活，然后拿毛巾抽你，用脚踹你。给我发现了。胖大，其实我们四个都是人肉火茶。洗澡水里哪来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呢？原来这都是在戏里扮演郎中的包小摆放的，他是想趁此机会给兄弟们来次中药养生浴，弄点所谓的健康洗澡的药水啊，什么中药啊，那是真的，那是真的养生的。